大家好，我是雷以激光的唐老师，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激光 STEAM 神笔马良专题课程第四课的内容。这节课我们利用前面课程学习到的知识与方法，一起来造一辆酷炫的火车。怎么样，感觉还不错吧？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，自然而然。得益于简单易用的激光设备和软件，将想法变为现实不再是难题。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专题课程，下一节课我们的造物之旅将会更加宏大。更多好玩有趣的激光 STEAM 课程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雷以激光科技。下次见。